东西不小啊，录出来都比较费劲。好，可以赶紧说谢谢小明哥啊。OK,Hello,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木子 Unbox, 我是老李。那么本期呢，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已经放上了各种各样的腰带啊，因为呢前两天我买了一个万代官方出的这个腰带的展示座啊，然后今天咱们就把它来拆开，然后啊架上腰带玩一玩。首先这个腰带座的包装尺寸确实是不大，比我想的要小啊，我不知道它好不好用。然后呢价钱倒是真不便宜，价钱的话180块钱，我的天，将近200块钱一个塑料壳啊。好，我们首先来进行组装啊，把它的这个展示形态给它弄过来啊。我们先把这个底座的天灵盖给它抠开，可以看到里面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啊。然后分开之后呢，目的是插入一个小配件啊，也就是这个地方，把它呢插，把这个东西插上去。好，那么现在啊，这个就是正面了，然后把这个天灵盖扣上，这边就是我们拖那个腰带用的东西啊，拖腰带用的这个扣，可以看的啊。你要想把腰带放在哪儿呢，你就把它这个放在哪儿，这样的话就完成了。咱们先试一下 CSM 啊，我知道 DX 肯定是可以的，可以看到这个宽度是足够的啊，这样拿起来啊，你基本上 CSM 都需要腾出很大一块的这个腰带的空啊，来收纳这个东西，来架上去啊，确实是整个的宽度是足够的。我当时还担心这个宽度不够，会不会 CSM 会不会掉下来啊，并不会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小明哥的腰带就搭载完成了。搭配 CSM 的话，它的一个这种宽度啊，加上这两个槽之后呢，基本上是正正好好的。然后整体的一个感觉，因为它毕竟是专用的东西啊，确实是契合度很高，而且整体这么一摆的话呢，会看起来非常的美观吧啊，比你说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种收纳方式，只不过呢就是太贵啊，太贵。好，咱们现在试一下这个 DX 吧。这个的话，咱们再把这个去掉。这样。好。OK, 这样的话就非常的整洁了，可以看到放的啊。Slim!这以后给大家做视频的时候就简单多了啊，就是你不用再拿这个腰带到处晃了，这样的话你就说你把它架那儿的话就很稳定了啊。好，咱们看看这个，好了，咱们现在进入正题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啊。首先感谢一下我们那个本地的一个模友啊，老宋，然后呢我把他借过来给兄弟们来展示一下啊。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凶狠的东西，可以看到啊，这是一个小明的卡盒，里面有极其多的丰富的卡片啊，可以看到这有个 Cardo List,哇哇哦，秋的妈的，我先看一下这个书啊，这带劲。你看到这第一页的话，就是一些假面骑士 Decado 的这种介绍啊，这个不用管它。然后这块有各种各样的啊，这块可以说是每张卡片的功能的一些介绍，一些解说。这是皮套，很丰富啊。Lucky Fight Blade Hibiki Capito DNOKiba Black 这个 Nagano Sigai Lida Dyson Sigai 井上正大 OK, 这是一本收藏的这么一个
可以说是介绍书啊，上面有各种各样，背面的话有各种各样的 logo。 OK， 我们来看一下正儿八经的真家伙，东西不小啊，录出来都比较费劲。好，可以，这是一侧，这边 OK， 没东西了，赶紧说谢谢小明哥啊。好，咱们先看看，应该是有个顺序啊。啊，这是 Defido 的 Lido。 嗯，这边的话应该是，哇哦，这个卡册很帅啊。好，这边的话就是主旗。那我给大家这个全部从头到尾，这可能有上百张卡啊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这边的话应该啊，这就是各种各样的昭和。好，咱们先从这个啥开始。首先主角，Blast， 分身吧，应该是。Slash。这我先真忘了是啥。Final B 杀技。Kuga。这好像是空卡是吧？我不知道这个，哎，这是我不知道。哇，确实，这好像是空卡，他跟我说过，老宋跟我说来着，这个是空卡。哎，但这个空卡是为什么有这张空卡，我也不太清楚啊。兄弟们可以跟我说一下这个问题，从弹幕里说一下啊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德拉功夫。天马，泰坦，Final Attack 就是必杀技。好，空我的最后一张。阿给头来了，Flame。
Final. Final attack. Come in, light. No. Final attack. Kabuto.我靠，这电王的卡是不是也太多了？为什么电王这么有牌面？这也太多了，绝了！腰带不好使了，嗯，好，好嘞，三九，不行，腰带也不好使了已经。我这个好像年头太久了，有些卡读不出来了啊，大家就见谅一下啊，毕竟 CSM 老东西了。Confirm. Form Lido. They're all gone.
final 就是。final Momotalos。final form Lido。Den Lina。Final form Lido。圣杆。Form Lido。金塔罗斯圣符。圣翼 ，wing form。这个是台词吧？应该是，我不知道啊。口袋我可以看看。那你是真的呀。高潮。库拉马克斯。好，那么这第一本结束，来看看第二本啦。首先是 Kiba， 坐过来。八下好像叫。Final。下面是这个平成旧十年全骑士的这个最终形态啊，首先是小明的神主牌。究极空我。闪耀阿基陀，生存龙骑，爆裂 Fizz。帝王剑，
King。装甲响鬼。仮面ライト。響き and。Hyper Capital。电车电王，感觉我这个玩完之后，我已经不能插翅，能出声就行了。我现在要求不多了啊。魔皇已经不行了，这腰带。仮面ライド。キバエンペラー。好，下面这个平成结束了，进入昭和。一起 go。Nigo， 哎，这个 Nigo 的眼睛怎么还是这个照片上怎么还是裂开的？我操，这么带劲！仮面ライド Nigo， 威斯瑞，嗯，没错。雷达曼，仮面ライド。ライダーマン。X。仮面ライド。X。アマゾン。他有个嘎嘎万伦，我发现，嘎嘎的乌鸡瓦 ，Final Attack Kaido。开一半。Final Attack Kaido。Amazon。OK。斯托龙啊。仮面ライド。Stronger。Skylider。这个好帅。OK， Super One。仮面ライド。Super One。昭和声音太带劲了 ，Zeto X。OK， 然后呢，还有这个 Black RX， 卡梅拉达 Shin， 卡梅拉达 Zito， 哦，
最后一部分 Black。Wake up the hero. Tai yo yo. Shin.Z-O, 你叫 Z-O。下面是剧场版的一些东西啊，可以看到这有一个 G4 计划的火箭炮 G4 一杆，然后斯卡鲁骷髅大叔W， 这是新十年的。这是小野寺，小野寺的究极升华空我。这是凯撒的那个骑行的，不叫骑行啊，叫什么坐骑大摩托，三轮摩托。OK， 那么到此呢，咱们这个所有的卡就已经玩完了，然后我的腰带啊，也可以说是录了这个视频之后，他的使命也已经达成，可以寿终正寝了啊，基本上可以说是报废了。好的，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啊。那么这一款腰带座呢，只能说是非常的不错，但是价格偏高一些啊。如果说大家能找到什么替代品的话，欢迎在这个视频下方进行讨论。咱们下一期再见了。